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转一下波萨荒野乱斗啦。那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荒野乱斗这个超级之星，等一下我这个画面怪怪的，我先去调整一下。好，那刚刚莫名的奇妙的顿呆一下哦。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已经赢得这个五颗星的啦，也就是最满的。那还剩下八分钟就可以砸开了，那我们就继续来打一下。我真是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这个战队的这个队友的这个协助啦。我们这一次战队终于可以拿到满的这个超级猪猪了，我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们呐、啊，好不好？完全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玩一下这边也很会玩的这个纳尼啊，我之前可是超虫大师，好不好？然后我们待会就是大家打了几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砸开我们这个猪猪了哦，猪猪开砸，各位！感谢各位那个军团的伙伴们，好不好？这个都是多亏有你们哦，我们才可以就是拿到最高阶的奖励。没，我靠，傻小，哇，他们这么拼的，是不是？哎、欸，我真的觉得那个谁啊，那个，我靠，我靠，不，干我啥事啊？完了，那个莫提斯啊，真的是顺哥啊，恶心到一个不行啊！等一下哦，哎、欸，不是，他们好像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欸，就是罗莎啊，然后再配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莫提斯，不是哥哥，你要回来哦。你不回来，有点惨哦！啊，完了 ！Nice， 我吃！干完了，白痴啦！我靠！哦，我们送幸福！完了！哇，这罗莎一个吃全部 ！Oh my god！ 罗莎感觉是不是？真的有点猛了，哇！罗莎感觉是真的有点猛了，弄死他！我靠，这罗莎直接一个大吸特吸的感觉，而且我刚刚还在别人面前超宠啊，哈哈，超雷的，我的天，在别人面前超宠，直接 GG， 完了。好险，我们这边的这个超级猪猪环节已经被那个战队的这个朋友们都拿完成了哦，就没事。好，继续走起。哇，今天的纳尼感觉好像玩的不是很好，没事，毕竟我们也很久一段时间没玩纳尼了。继续走起，不要怕。可是像这个什么啊，占据点的这个模式的话，感觉还是要用那种就是要近身或是范围攻击伤害，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就是让别人就是无法进到那个圆圈圈框里面啊，因为进到圆圈圈框里面的话，他就会开始计算，就是那个你踩在里面多久，他就会给你多加那个多少那个就是量条这样的感觉哦。来，让我们走起，罗拉跟我们的那个单挑王哦，这次是这样子的哦，妹，有哦，死啦！嚯！我这一把无敌了吧？超级瞄准！还是这是电脑？哈哈！哦呦，这个漂亮哦，老哥！这个麦西啊，我们终于有一场是别人基本上进不来我们家的地方了，终于有一场了。完了！先闪！哦呦，你看嘛。纳尼的这个输出不开玩笑，啊，完了，我被打死了。但现在来说，76、79，比20完美无缺啊，各位。帮你 ，nice， 里面站完毕了，换这边了，各位。吼吼，很是 OK。看纳尼的这个聚成一颗球的时候啊，就是虽然很难瞄准，但是他打下去那个伤害真的超高。我应该是这把的这个 MVP 的，没有错了吧？哈哈，好舒服喽，超稀有，继续。我们打这模式打多一点，我们才可以存更多的这个钱哦。哇，足球模式哦，啊，足球模式纳尼应该也可以了，好不好？我们再在后面超虫帮忙炸那个护栏，应该是可以的吧？我不知道，超虫炸护栏有没有搞头？希望是有。哎呦，科尔特，还有我们这边的那个奈兹的话，好像就不太熟了，好像是我们的那个
不是曼蒂。哎，麦西吗？哦，那只就是麦西了，没错。麦西的头怎么跟曼蒂好像没有了？其实没很像。我来了，麦西。哇，对面那个维基男居然围着花花。那我真的瞄准的好的话，还算不错。他们在干嘛？这不是踢足球吗？什么意思？不是在踢足球吗？我靠！那个曼蒂是不是有点猛啊？那个大绝招，他们怎么都不拿球啊？还有想要踢吗？你们还要想要踢吗？什么意思啊？啊？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太懂啊！耶、yeah, ，各位，没事没事 ，OK 的。突然之间就顺顺利利了哦，拿下两把，各位，希望可以再拿到更多把积分争夺战来喽，各位。继续纳尼走起哦！我们纳尼感觉好像蛮不错的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各位，嘿嘿，纳尼来了！哇，他的那个饭是那个同人饭哎，啊，铜像人卡哇伊，哇，这一次是有草丛的哦，小心点哦，人可能会从右边、左边哎。哎呦，你看我这个，我的纳尼真的玩的还可以吧，对不对？哦，你们看到，超虫大师，哇！哇，老哥，最哇干哇哇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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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该该叫战法失败。那、啊、这个送信能干嘛？哎、欸，完了，不是啊，我的手机今天干嘛、啊？完了，怎么告诉我们今天不宜玩？哎、欸，这个罗扎真的是很夸张哎，各种短衣短衣哎、欸，哇，老哥！太凶了吧！完了，白痴！我跟他一起自爆了，我没了。哇，可惜了。哇，酷酷，好像只剩下最后的那个了，最后的四几秒了。好，最后就直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宝箱了啊！第五阶级的宝箱应该蛮不错。活动结束时砸开这个超级猪猪，领取你的这个专属奖励。砸开超级猪猪时，每个有贡献的这个成员最多可获得这个20个这个星星跟这个额外资源哦。没有问题，我额外贡献5吧。哦，所以这边应该是那个，就是你旁边这个应该是你可以再拿到更多这些额外奖励的东西吧，应该是个意思哦。好。这次感谢各位这个 Aerobnacle 的这个各位啊，我们这边十秒到十秒，我们要开启这个超级之星了，而且这个是五阶的哦，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会开出啥咪东西，来喽，砸猪猪喽！哦，下一次是十天，来了，开砸！这东西还蛮多的，闪光币93个，471个硬币，然后185个能量，稀有的这边的哦，看到神话的玩家头像，超稀有，我、哦、这边可以开10个哎，超多超多哦，神话的能量很多，超稀有，这阵都要一直打哎 ，Go Go Go， 超稀有，稀有，所以目前来说，这个最好的是神话吗？感觉是哎、欸，我怎么一直疯狂开稀有啦、啊？哇，没了！
因为拿到了720个21个硬币跟那个能量，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闪光币，好不好？那这一次大家开到什么呢？也可以在下面跟人分享一下哦。那每一次我们的这个超级猪猪战队都会努力啊，好不好？然后目前来说，战队的人应该都是活人了。我们看到那个一个月以内没上线，都会把它踢掉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的话，都可以再加一下喽。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我只期待大家，拜拜。